其實重新選擇都冇乜點選擇噶啦，因為自己知道自己一開始已經係好中意車啦。第一，咁第二亦都喺讀書方面比較上係差啲啦。咁第三就係話好多謝我爸爸啦嘅支持啦。咁好細個九歲已經開始接觸小型賽車啦。咁其實係要好個思想好開放先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因為細個讀書好多年輕人讀書都唔係叻嘅。咁但係到到而家。如果擺我在讀書方面，我想都不會做到什麼出來。那變成起碼我爸爸相信一件事，就是行出狀元，應該這樣說。那我希望是做好一點，經常都希望個心是做好一點，賽車方面，因為這個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來的。如果你自己喜歡的東西都做不盡力去做，就不是很對。那變成我想選擇不會太多，那我想重新選擇過都會做回賽車手。那其實低谷是很多的，可能大家見不到，因為始終在香港做一個賽車手是挺困難的，因為很少支持，一個很 niche 的一個運動，很窄的一個運動，那變成會見很多贊助商，舊時那也都要因應贊助商的配合才可以去晉升另外一個 level， 譬如說由 Formula Campus Renault Formula 3 到 A1， 跟著到房車 GT 賽，那變成很多個step 你都是要人家配合到你才可以做到的，亦都由細開始。其實賽車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習慣性的東西，所以變成我不會說太大壓力，有時相對地不是那麼好，因為可能有時不是那麼緊張的東西，譬如可能有其他的車手會緊張一點，變成這件事是我年紀大了開始會著重於這些 細微的位置，譬如 set up 方面會給多一些時間，現在花多一些時間，但舊時沒有的，沒壓力就你不會去 care 每一樣東西，現在都不是有壓力，但壓力是一個推動力。後生的時候就會喜歡一些感覺，兩個位置、很跑車 feel、死油要吵一些、sporty 一些、RS 一些，但是隨著年紀長大也都有了家人之後，其實現在太太兩個女兒假日會希望找個地方揸車遠一些，載曬去所有的玩的東西，譬如單車、scooter 啊，一陣又說風箏啊、網球啊、游水啊，其實很多東西要載的。其實現在日常用的車我是要求大一點的，還有舒適度高一點的，也都有時太太也都會揸一下，也都要揸一架比較上舒適的車、容易揸一點的車，他們會是 enjoy 多一點。其實做了三十年的賽車手還有什麼目標啊？其實都是贏多些比賽，盡量享受每一場的比賽，involve 多些，現在有自己的車隊Phoenix Racing Asia， 做很多不同的生意，第二樣就是說希望可能在我再能力多些的時候，我可以幫到下一代的香港車手。